你们见过这种男人没有？对丈母娘比对自己的媳妇儿还要好。丈母娘对我们平时不也不错吗？我那是尊敬。你借钱给丈母娘，你为什么不借给我？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啊！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昨天我没给丈母娘带去烫头，我的心里面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，所以呢，今天一定要带丈母娘去烫个头，做一个美美的发型。正好呢，媳妇儿已经把丈母娘给带过来了，等收拾好以后一起出发。可能也只有在农村放放小鞭炮，才能感受到这个年味儿吧。再见，狗子。孩子卖了，不要了。孩子睡着了，不要瞎说。撒个滴滴出发。充满了电瓶车钥匙呢。来接钥匙。这晚闹不清啊！别急，跟小娃起，小娃起。他那先生我弄啊，不能起。过来，吴起。小娃起，吴起的。吴起，吴起，吴起。那你起来，你起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你起来，低等一下啊。换了啊。丈母娘他们还是不放心我媳妇的技术啊！张吉，好了，妈，可以走了。哟、哦，抱旁边扶手有点冷。哦、so nice day。小姨家的苹果地，你们见过这种女人没有？有车都不开，非得蹬三轮来，非得蹬三轮过来，哎，把我嘴都冻哆嗦了。你看她冻的。不冷不？到镇上了。后背呢？狙击啊，这好，停停。这幸亏啊，镇上离家不远，不然呢，非得冻成老冰棍，又老又冰又光棍那种。你们说我这媳妇还有救不？天天的就对三轮车特别的钟爱。请进。低调。哇，包容人。来来来，行，我晚上了，我这什么等会儿等车接走。妈，哎，要不你顺便再染个发呗？白染，啊，白染，顺便染了。白染，我真想让你懂。嗯，我觉得吧，丈母娘那个头发还是染一下比较好，显得比较年轻一点嘛。干什么？叫我出来？做个蛋糕。给谁呀？给我的如如，主要。在这等太无聊了，走。肯德基不买给人家，车厘子也没有。今天早上忘记了，怪我吗？不怪你，怪谁？不是你忘记了吗？不是刘心如想吃，而是我媳妇想吃这蛋糕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金钻蛋糕。复合蛋糕。嗯。你做哪一种的？这个。嗯。刘心如肯定会特别喜欢。十寸的。吃得完吗？我可以吃呀、啊。蛋糕可能还要再等个个把小时，所以现在和媳妇过来看一下丈母娘的发型进展如何。啊、妈刚才那个造型像不像小红帽？像老红帽老 baby。哎呀，叫早死了。衣服，老板啊。就是两个人多少钱一共啊？我好谈了，190，我说好好的。好呗，那给你呢。打你。好看呗。都有造型，就是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的。小话，请你们看烟花。哎呀，没了，走啊！你能不能接老公？不能。啊？不能。哎，宝贝，来小华了，小华哥请，我跟你。哎，不要，不要嘛，不要嘛，我不是要你的钱的。我砍了。你们说我这个媳妇多虎，我给丈母娘花100块钱烫个头，她也想从我这抠点，我能让她得逞吗？是不是？不过呢，好在今天的任务完成了，给丈母娘烫完头了。好了，现在去那边蛋糕房把蛋糕给拿走。好，行。
望来袭。加长十元三十串，小鱿鱼十元二十串。回家找你算账。十元二十串。有妈在呢，我不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再见。